为取关赖美云，这算是再次辟谣了吧。九月份赖美云就和电竞选手九尾传绯闻，因为两人的行程有很多重合地点，双方粉丝对此都不是很认可。随后赖美云工作室和广州 TTG 俱乐部相继发声明进行否认。今早狗仔放出赖美云跟九尾的视频，两个人全程无交流，就是各自在路边打车。对这个行为，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觉得是在刻意避嫌，有人觉得看起来就不熟。现在网友发现九尾取关了赖美云，这算是回应吗？